第九课，电子商务。一，功能语句。答复与提示。一，感谢您关注我的微店，欢迎您随时向我咨询店里产品的资讯。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，工作时间之外，请您留言，看到后我们会逐一回复，谢谢。二，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库存，只要网站上有的，您都可以直接拍下付款。三，我们看到您的订单后，会尽快安排出货。一般情况下，下午5点前的订单，当天就安排发货；下午5点以后的订单，隔天发货。四，本店已经加入海淘，所有进口产品是直接从海外发至境内，因为涉及国际物流，而且需要办理海关报关和清关手续，所以物流上没办法快起来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五，我们公司有自建仓库，物流成本虽然高了一些，但用户体验更好，产品品质更是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一点请您放10000个心。六，我们公司有实体商店，也有网上商店，您在网店订购的产品都是正品，我们也支持验货，你要还是不放心，也可以选择网上付款，实体店提货，或者货到付款。七，本店的所有产品都是快递包邮，快递不到的发邮政小包，比如新疆和西藏，产品都是直接从厂家提货，质量绝对有保证，敬请放心。八，货物已经在今天寄出，您可以在订单管理中查询物流单号并追踪物流。九，如果是商品质量的问题，我们承诺货物签收7天内无条件退款退货，但请留意，退货退款需要收到货品7天内提交申请，逾期没退货的话，退款申请将被取消。十，非常抱歉，我们发货时漏掉一个物品，今天已经补发给您了，请您注意查收。